好吃让你参观给去 A 边上，然后李生子两边上还有啊，你到两边上再看一下嘛。两边上可以朝山里哈，然后让你从两边上西。哦，这边的呢还有让你看看你用的水缸子哈。哦，好多，还没干多两个盆栽。那还有两个葫芦，那个葫芦也拿下来要水一个。你是让你去山里看一下，这两只双喜，杨虎发动个下到很头里哈，小木的就有木的，高木的就左木的，左木的就有木的，原来去山里了哈。看看你们的你今天你非常晓得中包府，你演了他的功夫你们看到过吗？中包府中包府该多钱技术糊弄有钱的资本家都有点道具演了中可以是一所以一直管嘎嘎也用的哎不管怎么你说你雇养了哟或者你求养了不你说首付是一个的哟求房子煮饭之前要先首付就装到了保温桶里面包括这个地方就吃好比吃了一袋两个的吃了一袋第一个一袋火火走了对吧你拿本来卖一袋只收到那一袋火火中包府火火哦对对对哦你那个是他那一袋保温桶哎妈他查起来就查了噻哦查不见就查了噻哦来了来了哎来了但他泡茶哦中包府泡茶那可以去泡茶哦干样子干风险把这文水平去干的意思两个还有风险嘛数字给但是山里出来的呢还有在羊头那个应该去秋光庄吧，市场的那个花茶个，它那个亭子好有特色。那你不摆个那个应该很属于八仙座个那个桌子啊，你能看后面。然后两对面两地方还很好，还去摆个那个咱那个老五金，哦，两边是还过多，比好市边还过多。哦，可能全部都像你演那个看高个老五金哈。秋光庄真的收藏好多，特别那个花桥哈，现在那个花桥很少了，基本看不到了。他秋光庄呢，还能看到那个老式的花桥。哦，这边呢，那个就腌了个葵葵，哦，腌了几分啊，想买两种葵葵。对呀，腌了南充的那个。你们是去腌了老式的火桶啊？你把厨师的时间抽给桌子老板的。我那边还有在黑板。红烧了，红烧了，没毛子了。麦子，麦子，麦子。麦子。哦，对，麦子。麦子就有两个推。那你呢？有的是个那个麦粉，就有两个推出来的。这个推是太高档了，这个推。推起来了。哦，推铁给我了。对。哎，这个是俺的推过。这边的人还干了老五间哈，你们看有没得年年的到店？那个应该是煤油店个，煤油店好多哦，各种煤油店，还有裁缝用的，裁缝用的啊，那个线好多好多哦。秋光庄收藏好多，今后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到秋光庄来参观一下嘛，看一下嘛。好多老物件，真的，全部是回忆哈，全部都是秋光庄的几十年，从小马里啊，各位看看老乡手上给收过来的，好嘞，好多好多。哦，两个还记得原来是拿的装谷子的那个，拿的摇谷子。好多老物件，双盘。俺的这个时间读书，老师还教过俺的双盘，我现在读书就没得双，没得用双盘了。那个还俺童年的回忆。你的原来读书的时间，不过那个双盘的，
东客西河，好，两个去沿了老师的草帽子哈，俺的沿了大谷子就带两只草帽子，好，两下不个去谷子，还赶到包修，好，那个喊包修，看到吧？这边的呢还有，好，好多谷子，蛋糕给去改叫麦子，好不嘞？呢还有两个年龄年龄的呢，啊，两个去高粱，做酒啊，两个用的，蛋糕还有种。哎，两种是哪个？两个给王爱的，你晓得我们讲了，你的有没得你的那个朋友啊？